第56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入围名单揭晓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这次争夺视帝之后的有哪些强者呢？你的心目中早就将家俊当作你的恩师，家俊若是无娶你做某，我看你永远袂嫁哦，哈。是嘞，我爱人是罗强。爱甲袂转。啊，这几年过得足好诶。很感恩，我真真真真过得就好。亚泽学生，唔许本唔着一种，无路先你迄个停电，是为了赢，丧尽天良。啊啊！这些所在都要动好了。昨天我们睡在一起。昨天我们睡在一起。哒哒哒哒哒，真对的，好姐。华山墙有算法，乌龟又回地踏滚。它很软，对不对？放进哥哥的鞋子里面，保证千山万水走回你身边。千山万水敢走回你身边？哎，是你在讲话对吧 ？Hello， 听得到我声音吗？要散步了吗？你不要再抗拒你的天赋。动物沟通最重要的还有相信。我在路边啊摆摊子，卖这个豆丁，也卖饭团。你就三更半夜就要开外道啊，那就辛苦了。你看我的手，久了以后啊就长了这样厚厚的茧呢。你看，我嘛有呢。你怎么有啊？噔噔噔噔，往来瓜吼，往来上，往来道路啦。上重要的是你若在吃往来时，你会想到一个人，就是我。加上以往两交流的关系，我个变成几个亲戚我找不。你坐。空空你一点，我感觉拢无你对我拢无爱，是不？再来，戏剧节目女配角入围的有。伯母宝宝都是你啦，害人家迟到，不然人家就可以到公司再换衣服。有什么我？你自己的。我怎样？我腿都快软掉。孙哥哥。扎西布利，姐姐，卖出去了一颗五十。妈妈，妈妈，戏剧节目男配角入围的有。最后，戏剧节目最大奖请揭晓。恭喜以上入围者。而说到这次最大遗珠，评审说到邱泽、林心如、陈意涵、李立群都是啊，真的帮这些实力派演员感到可惜。谢谢你，我知道怎么和你妈妈了。是个惊奇，寒夜加武术，我想你。你凭什么觉得我应该陪自己喜欢的女生聊她的男朋友？凭什么？你这个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想让自己死了这条心。没事没事，明年大家再接再厉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